雄青，那继续来看这个十二强赛，台湾队的队长陈杰贤，那真够讲究，嘛真够唱歌，而且伊的歌路是真快，都参饶舌、浪子的歌，伊嘛认可不得。网友学到这个陈杰贤，讲这个查甫人无进步。啊，外界看这个陈杰贤，那像行来正顺势，其实哦，伊嘛是可怜再可怜，打拼练习，才有今仔日的成果。房东太太，谁还躲在角落讲电话应付太太？最好早点回家，只叫狗太乖。就这才记得台北带的纯金的项链，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。陈杰贤真够拍广告，嘛真够唱 rap， 和球迷拢料想袂到，人生出真缘投，唱歌阁这么高。虽然伊真够唱歌，也毋过拍野球对伊来讲是真无简单。顶半年看起来也阁真厉害，七月码头下四声歌的打击率，和外界拢感觉牛敢若啥。毋过七月过，人就亲像消防共款。根据北面媒体报道，当时陈杰贤真失一个物质，因为打球的好球台九强界内底，陈杰贤过去的记录推算出，伊伫咧七号飞，也就是桌边下边的所在，对伊来讲较含慢讲，打击率讲两声击球，所以伊就开始面软伫咧练习。到九十月球季结束，嘛是练袂起来。陈杰贤的太太就讲，伊常常半暝啊，雄雄爬起来，球棍啊举咧，就开始伫咧喊。总算伫咧十二强棒球比赛有出到好表现。非常感谢这一次台湾队的球员。面对球迷的热情，陈杰贤的手一直一直，那看到伊笑到目睭微微微，嘛看到伊的手边结晶够会软，这拢是年久月深打击的锻炼。我老婆咧。心呐，听无听入心，嘛找到更加优秀的自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